虑吗？电哥可以帮你出啊。发的这个写真集，没错，哎，有球员开拔你们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是没有。听说是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禁爱令。对，这个是规有规定的，这个就跟酒店少爷不能跟酒店小姐谈恋爱。喂，什么比喻啊？是一个笑话。我们这个看网友留言，长相好看我才不管歌声呢。这也是真的，长相好看啊。啊，有其后不能后嘛，对不对？过来哈，下面一条，长这么可爱，歌声就别要求太多啦。其实都算是称赞，都是喜欢的。对，太多人一起跳舞就是会暴露缺点，整齐度不够。哦，因为有23个人，对啊，一不整齐就很明显。嗯。然后发片不如发行。哎，有发的，有发的，有发的。真的有听进去，有听进去。Lucky Girl 总共发了几本写真？目前的话是12，我跟以轩、小鹿，三位有发行写真，还有20个没发。对，因为发一本合集嘛。未来还有Yuri有考虑吗？电哥可以帮你出啊，对。我本身有在。有在投资，那你也可以投资我的，投资我，对啊。OK， 我介绍你去主持，那你要去谈呢。好，动物星球。太多了吧？为什么是写着我的动物星球？年轻就是本钱，好不好？我也很年轻啊，老妹啊，你什么？他们今天带来这个表演很精彩，哒哒哒 ，Let's go。谢谢，人多一起唱这个哒哒哒，好可爱的，很有活力，可爱，然后有活力，活泼，我们还在乎它什么内容呢？哎，你们跟网友讲的是一样，网友讲的是一样，直接的，什么个别一个人都要跟他们拍一下，对，丁老师，等一下，老师还没投票，你再坐下两位老师。
该就是 OK 了，怎么看？怎么看？请问这需要找我来讲评？小文老师，没有，总是要有一些来做橡皮印章嘛。会吗？对，我觉得，哦，如果说要以歌手的观点来评判他们，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，而且没必要，没必要，需要这样子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他们发片是在 Hello 呢，还是认真的？三、二、一，去拍。一二，这张我就帮你贴在 FB 上面。卖差了。对对，其实不一定要提我是没有关系，我自己在这边还蛮好。我们等一下再拍一张动态，动。没有啦，拍一张限动嘛，限动，然后放在那个帮你们推动一下，都可以。好，加油！谢谢他们为台湾的天空带来美好的感受，谢谢。